非常惊叹我们国家的芭蕾舞能跳到这样的一个水准。红花他去到了革命根据地，去寻找到了组织，这个场景的印象是很经典，也是非常的深刻的。这一部舞剧啊，整体就是很震撼，包括演员他这个在舞台上动作整齐划一，然后包括他的舞美，他的这个音乐非常的经典。根据以前的录像来看，他的舞美和灯光也是有一定的变化，也是设计的越来越精妙。这部戏它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而且它可以让经典再散发出一种新的活力。